九折，有上个月拍贺年影片，爱妻小马西与爱巢也一并曝光。翻摄自脸书娱乐编导美综合报道，金曲歌王李玖哲曾因合约问题消失在台湾演艺圈长达七年，去年才重返歌坛，也宣布日籍女星小马倩已是李太太，两人结婚超过三年。李玖哲说，小马西喜欢胖胖的他，两人不管多忙或者距离有多远，天天都会热线说恶心话。上个月李玖哲 PO 出打成贺年影片，拍到一半老婆小马倩突然乱入，网友称赞她的身材与容貌完全没变，更看不出已是42岁人妻。近周刊报道，李玖哲透露小马西爱他胖胖的肉肉的，因为健康他很爱现在的我，当然他也爱。目前小马西在日本照顾自己的父母，李玖哲说，我们每天都很甜蜜。小马西曾是日本赛车皇后，资料照两人如何甜蜜，李玖哲甜笑说，我是不管多忙，就算没在一样的地方，我起来地一件事就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我爱他，晚上也是一天的开始跟结束都是跟老婆讲话，他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不要忘记打那个电话，互相说我爱你，